商务微新闻微信公众号消息，美国时间2018年7月10日，美国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，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10% 的关税，涉及约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。8月1日，美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发表声明，拟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征税税率由 10% 提高至 25%。美方的措施肆意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和国际义务，进一步侵犯中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享有的合法权益，严重威胁中方经济利益和安全，对美国持续违反国际义务对中国造成的紧急情况，为捍卫中方自身合法权益，中国政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，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% 到 5% 等的关税，详见附件。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将另行公告。附件一，对美加征 25% 关税商品清单。附件二，对美加征 20% 关税商品清单。附件三，对美加征 10% 关税商品清单。附件四，对美加征 5% 关税商品清单。商务部2018年8月3日对美加征 25% 关税商品清单。